哎，我已经快，我头好痛哦。Lucy， 干嘛？脚本先给我。你过来一下，一个。你要干嘛？你好奇怪哦！你知道我今天带你来新闻频道吗？我们要拍那个、宣传财讯跟个人频道的影片。对，但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聊到西门町有一个郊游？有有有。然后我说我想要那个脚踏车，这样过去。我不想，我不想，你已经干了很丢脸的事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好期待哦。不要，好丢脸。难怪你叫我拍那个精选的照片。取这个，然后宣传。你要不要试骑一下？回头率百分百耶！我不敢看后面，所以我今天要骑这个宣传车，然后在西门町里面做宣传。没错，好丢脸！你知道西门町今天人很多吗？今天就是礼拜天人最多的好时候啊！而且你看我的衣服，然后重点是我还帮你拿了你的宣传。你很夸张，我可以不要穿衣服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我们穿衣服。我不要，我不想要，我丢脸，很丑哎，我真的很丑。哎，我有一个心愿，我有一个。怎么？你有没有可以跟他一样平淡？好丑。好了，我还帮你准备了这个。这要干嘛？就是那个宣传车，不是常常会在那边播录音，然后音乐。你要不要来录一段你自己的宣传音乐？你想不想被这个打？哦，我们要做就要做到彻底嘛！你们常常这样讲哦，我们要做就要做到极致。那我要录什么？看你想要录什么。录音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查甫 Lucy， 请大家订阅台湾讯息和露西 Lucy 个人频道，多谢多谢。录音。大家好，我。我就想到一个好主意了，毕竟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，要不这个你帮我拿着，然后呢跟在我后面，我觉得效果会更好。我已经想好了，谢谢，好了，想好你要怎么骑了。大家好，台小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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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女就是要畏惧任何困难，加油，加油。你们转，快点啊，母乳一起啊！哎，为什么你们要离我越来越远？好了啦，可以了吧？还没啦，这西门町都还没进去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想什么作战策略？还是你要下车问问看有没有附近的摊商愿意给你贴传单？大葱面线啊！好啊，就在这一条，你们要骑过去啊 ！Lucy 加油 ，Lucy 加油！阿中面线 Go， 我问他说他的门口可不可以借我贴这张，这样应该可以达到宣传效果。那个不好意思，可以打扰你们一下，想问你们的店家可以借我们贴一张这个吗？你要不要先放着，然后告诉我店长。可以的，好，谢谢。他说他们店长不在，那我们晚点再回来看。好好好，成功的第一步。看吐哦。怎么样？看好目标了吗？有，我觉得应该有机会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想问可以贴一张在你们的店家吗？不太方便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阿姨你好，想问可以贴在你们店家吗？老板娘不在，我不能够做主嘞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。那个可以吧？好吃的。老板，我想问。
你可以让我贴吗？对，你就贴。真假？我贴哪里都可以，那我可以贴这里吗？谢谢老板，第一个成功的，谢谢老板。接下来的路线是你要进入一级战区了吗？那你会在后面吗？我会在你旁边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查波。你不许变成小车了啦！你变成小车的话，你今天这三，你今天这三十张传单都要找到三十个店家贴哦。不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点！我直接弃车，我直接弃车。今天如果不骑完的话，我就把这四块板子贴在西门町。好可怜。他打给订阅台湾讯息，看陆基陆基个人频道，楼家楼家。我们是台湾的。订阅台湾。嗨。看陆基。好丢脸。我觉得我们要去找那个阿伯，找到那个阿伯，看他怎么样这么自在的骑那台车。我觉得我有渐渐习惯了，我要好好的习惯这个。为什么要给我？我要停车啊！好多人在看哦。你要不要去问他们要不要帮你订阅？可以帮我订阅吗？订阅换合照。好，谢谢。我看一下你现在有没有任何的跟动？没有。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现在订阅数多少。现在的订阅数是564135。现在，多四个，再加紧努力。好，今天有目标吗？我50个我就开心了。50个没问题。我希望我可以练到完全无感。你现在的羞耻程度大概几？八吧。八很低耶。我极限是10哎，我已经快，我头好痛哦。好累哦。我自己幻想中原本我还可以跟大家打招呼，叫大家订阅我。我本来也是我本来也希望你就是会边走边。Hello。我是 Lucy， 但因为我真的没有假日来过西门町，我没有发现人居然这么多。好，我要壮胆了，我准备要进一级战区了。看Lucy个人频道，楼下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那个阿飞了，把握机会，把握机会。看Lucy个人频道，楼下。阿飞，我的车怎么样？可以啊。漂亮吗？那你会想骑看看吗？不会吗？大哥，那你要订阅我哦。现在我们要改变战略，就是在定点然后发传单，因为那个上涨数实在太慢了。可以帮我订阅一下吗？你好，你要帮我订阅吗？扫 QR code。哎，帮我订阅一下。有。那你再偷偷退掉，然后再按一次。做做样子，好，我录得到。大家都很自然的回避我眼神耶。你看，逃跑。你好，可以帮我？我常常看你的影片，你们的影片，中午才看。啊，谢谢你，好开心哦，女粉女粉，加一订阅加一。啊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上次看有一个实验室，只要讲电话的人，然后你给他什么，他都拿。好，我去找讲电话的人。他看起来脸很凶哎，他看起来脸很严肃哎。然后你给他什么，他都拿。尽量把传单发出去就对了。好。那个前辈的教学，他说把传单发出去就对了。好，冲！好，冲！冲！加油！我觉得我这一区的人越来越少了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可以帮我支持吗？谢谢，谢谢。不过可以跟你拍合照吗？那你要先帮我按订阅。哎，为什么不订阅？麻烦。哎。麻烦。他说什么？他说麻烦。那你认识的吗？我不认识。你好，可以支持我一下。啊，我不是住这里。没关系，我不是选里长，我不是。
好，我看到有人在看我，可以支持我一下吗？帮我按个订阅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这张就送你，你要跟你的亲朋好友说。你那么漂亮，你要跟我教我怎么进去啊？哇，你对对对，你平常会看 YouTube 吗？对。哇，露西，我们的英文老师叫黛西。这个是我的频道，那你跟我照一下照。好啊，好啊，一二三，谢谢你。回去跟我小孙女炫耀一下。拜拜。那你今天这样骑了一整圈，然后你穿戴也包差不多了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很累，而且我没有想到你真的会遇到那个大哥，我没有想到是他这么热情，还一直传授就是发传单的技巧啊，然后我要怎么样就是吸引大家的注意之类的。但是你刚刚那个气势高昂的走进去，然后在那边跳跳跳，一张传单都没有发，我真的很紧张哎，我觉得这种目前做到我最放不开的。我那时候想说，我应该还可以就是战胜那一片，然后呢把我脸都放掉。很认真的发，没有，我就是一个废物。那你觉得现在的订阅数怎么样？我觉得估算保守估计至少有十个。好，我们来揭晓，现在尾数是154。哎，有20个，19个，哦，比我想象中好一点。真的到路上发传单，然后拉订阅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一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，所以就是很心存感激，就是大家的订阅跟支持。那希望之后可以有越来越多人喜欢我们，然后支持我们。今天影片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以前影片看100遍，拜拜。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有做一件事情？是，你记得阿中变现吗？你觉得他有贴你的传单上去吗？我觉得他只是在敷衍我。走啊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走，好，我们去看一下。你骑着台。阿琪琪嘞？我不知道，我打给他，我打给他。哎，我就问为什么琪琪要拉着我的车子跑啊？是要 say 什么车子不见的梗吗？他跑得很辛苦哎，你要不要去把他找回来啊？我怕他真的越拖越远。我笑死，家具是你，是你叫人家去拉车子跑，你赶快来，赶快去追他啦，快点！现在企鹅没有发现，我们已经看到他了，所以我要演假装找不到，然后不找到他了。下达给订阅台湾。好奇怪，我们的车子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它怎么会停靠在这里啊？真是太奇怪了。看到东家，请大家多订阅台湾徐琪，还有露西个人频道。哎，等一下，发给后。